是，那当时车上多少人？情况是怎么样？车上有十几个人。是。对，情况就是很危急啊。是，哎，所有人怎么样？就没有办法逃生啊，就困在车子里面。是。那比较严重的状况是怎么样？你们晓得吗？可能就是头部撕裂伤比较严重，还有断肋。断肋骨是。那后来行程就全部中断了。对，就全部中断。